洪水重创卑斯省铁路桥梁，加上全球供应链造成的打击，本国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可能比去年同期减半，而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亦因此而被下调。央行会不会在新一年改变利率指引？会不会加息呢？临近年尾，大家又要准备报税，在报税过程中有什么事项我们需要特别留意呢？请收看星期一晚6:45全媒对焦。